台交给李圣杰。OK， 接下来我要唱这首歌，超浪漫的，超浪漫，所以情侣们一定要抱得很紧，然后有机会一定要带他到清晨的时候，或黄昏的时候，或现在这个时候，让我看到你们那种爱恋的感觉。这首歌叫做《关于你的歌》。谢谢。哇哦，我有看到，有，很有感觉哦。然后呢，跟我一起打拍子好不好？一起来，这边的朋友，哎 ，Thank you， 哇，好可爱啊！一起来 ，Come on， 耶、yeah ！写一首歌里满满的爱，我唱的歌就写给你一个人。你让我知道原来情歌所以动人，因为有爱进行着。关于你的歌写着，后来我们一遍遍唱着，未来更多可能。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，看着你紧紧那种眼神，就会让我好心疼。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，我们可以爱得深，最希望让你快乐，拥抱你的灵魂，一个我爱的女人。要不要手上这朵玫瑰啊？哪一边尖叫声最大？身边的朋友尖叫声大不大？比较小声。后面的尖叫声大不大？所有的朋友大不大？关于你的歌写着，后来我们一遍遍唱着，未来更多可能。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，看着你紧紧那种眼神，就会让我好心疼。爱在沸腾，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，我们可以爱得深，最希望让你快乐，拥抱你的灵魂，一个我爱的女人。 Come on， 一起来。唱遍了无数的动人情歌，到爱你的责任，只要我们就相信了缘分，爱会永远的发生。你们唱关于你的歌，一遍遍唱着，未来更多可能。关于你的歌写你单纯天真，就会让我好心疼。爱在沸腾，我们可以漫步在每个清晨黄昏，我们可以爱得深，最希望让你快乐，拥抱你的灵魂，一个我爱的女人、yeah、给你专属的情歌。关于你的歌，2月14号，大家的歌。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 ！Thank you。情人节快乐！来，再次祝福我们摄影场所有的朋友情人节快乐，也要祝福 Kiss Radio 生日快乐。我们活动还没有。